摩托车库的街道，乌色的摩托车的看板悬悬阁挂咧，因为年初来开始碰碰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摩托车伫四月中来公告要歇困两个月。佮两个月过去了，还袂快开门，真侪人就开始咧烦恼摩托是毋是将出无去通看电影咯。伊找了头家来详细问了后，其实大家会当来放心。伊是七月十五，吼、哦，七月十五咱就包括重新来营业，啊，有全面的消毒。啊，咱因为影片的接续吼，因为即摆一寡影片吼较好的片段拢延后规半年、一年了，啊，不过咱暂时我那有照咱的动机落去做。因武汉肺炎的疫情冲击，属于是封闭式的戏院，真侪人烦恼讲，今年唔敢到戏院来看电影。摩道戏院伫四月十九号，伫即个粉丝专业大出公告，要歇困两个月。随着疫情来趋缓了，摩道戏院伫一号嘛来大出着新的公告，十五号将重新来营业，欢迎讲新朋友、老人客当重新来光临。哎、欸，啊，这疫情的问题吼，影响着咱足行业的，咱马道戏院也是其中之一吼。因为咱自过年了后，这疫情的报道，啊，咱看电影的观众，因为安全的问题，确实损失了流失足济观众，唔敢入来这个密闭式的空间，啊，咱只好暂停咱两个半个。对着摩道戏院要重新开门，真侪人是真欢喜。除了是附近卖纸来做生意的之外，阁有外地读册倒来休落的大学生，面讲安尼暑假较袂无聊。而摩道戏院是溪北地区唯一一间戏院，介绍是行着实在亲民路线。伊来冬季的夜景要重新来开业嘛，望乡亲用新台票来收听。南平新闻台影城摩道采访报道。